好，我是 Joy。 这期的影片呢，还是一样做蛋糕，因为妈咪想吃，然后她买了很多 Oreo 回来，就是让我来做咯。 So 希望这次蛋糕会成功啦，不会像上次这样子，哎呦，我都没有眼看呢。 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 Let's go。Moments later. Tomorrow.
啊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，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记得去订阅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